Is this the love you want? Is this the love you really need? Is this the love you said that could not fade, could not be denied?欢迎收看行车记录去，大家好，我是宜晨。首先呢，想先跟大家聊聊有关 BMW 的命名原则。早在先前他们引进了四系列之后，就已经确定了他们的命名方式。在未来，奇数的代表的是四门的房车或者是掀背车款，那偶数呢，代表的是比较个性化的车款，或者运动化的，或者是双门的跑车。那这样的命名方式呢，其实更确立了他们产品线的命名原则，而且看上去更是一目了然。例如我们今天要试驾的 220i， 其实它就是从一系列衍生而来，但是它是一个双门的设计，所以在现在呢，把它归类在二系列上面。那么这一次台湾推出的二系列总共有三种款式，分别是 220i 售价是175万，还有 220D Sportline 售价是185万，最后呢是 M235i 售价是257万。那么我们今天要试驾的就是 220i， 那它搭配的是 Sportline 的版本。那这一次原厂推出二系列，其实它也想要跟当年在1968年推出的 BMW 2002双门跑车有一个致敬的意思哦。不过不一样的是，这次二系列用上的是现代的设计语汇。从外观上来看的话，你不难发现它就是一台 BMW 的系列，大型的双肾型的水箱护罩。旁边有镀铬的线条，中间有黑色的饰板，配上传统的四环式的大灯，是一个很鲜明的特色。那么薄杆的下方呢，整合了雾灯，还有定风翼，还有 Sportline 上面才看得到的就是钢琴烤漆的黑色饰板。灯具的部分，日行灯还有它的天使眼都是 LED， 大灯是远近 HID 副鱼眼，那么方向灯跟雾灯是传统灯泡。车侧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Sportline 的版本，所以在叶子板上面呢有一个 Sport 的名牌。那么 Sportline 呢还有黑色的钢琴烤漆的窗框饰条，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标配了新服饰的双色铝圈，其实蛮好看的。那整个车身的线条呢，腰身有一道非常锋利的线条，一路向后，那营造了一个前低后高的跑车姿态。那么它的中间有一个比较内敛的曲线，微微的向内。那下方有一个侧裙，而且它的线条呢是一路的向后，而且你可以发现它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线条，一路向后延伸到了后保险杆。其实这个线条呢，也有他们之前一系列的影子哦。它整个造型非常的经典，但是我唯一个人觉得，我比较有意见的就是这个红色，它不太像跑车红，也不太像猪肝红，它有点介于在中间，那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有历史的感觉。那这个各位看可能会有色差，那建议各位亲自的去看一看，毕竟这种东西是比较见仁见智的。轮胎配置225/45R17。车尾的部分可以看到它的行李箱上面做了一个切削，而且如果你从侧面上面看上去的话，它还有一点微微的扬起，它其实有一点取代这个压尾的这种意思。那整个灯组的设计呢是采平行的设计，保险杆上面可以看得到在 Sportline 上面才看得到的钢琴烤漆饰板。那它的排气管这一次很特别，用上的镀铬，而且是镀黑色的排气管，看起来是颇有杀气。
行李箱空间虽然被它的车轮拱占据了一点空间，不过还算是蛮平整的，而且右手边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收纳空间。上面呢，它还提供了一个6/4分离椅背倾倒的拉杆。不过非常可惜，就是你把它分离了之后，但是你人要钻进行李箱做一个倾倒的动作，这如果对一个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来说，其实会辛苦了一点。如果原厂在未来可以加入了 One Touch 一拉就顺便分离加上倾倒的功能，我相信会更贴心。220i 它的内装并没有因为它是一台比较入门的车款所以就比较简陋，它还是依旧用上了很多软质塑胶、类金属饰板还有铝质的拉法丝纹来做一个铺陈，整个质感上来说其实表现得还不错。那整个内装设计的成色上来说的话，其实都蛮有 BMW 的味道，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都差不多的。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坐到这张座椅，我觉得它舒适性不错之外，它的包覆性很棒，尤其它提供了电动调整，它这个侧翼它可以做一个内外的调整，它可以符合更多人的身材。那唯一真的如果要说哪里不足的话，就是它缺了一个电动的腰靠，不然我觉得它可以调整的是更多，更能符合每一个人的身形。前面有一个3幅式的方向盘，上面用了类金属饰板做一个点缀，后方有换挡拨片，前面呢有很多快捷键，右边有多媒体的操控键，你可以操控音响等等。前面呢有一个荧幕，你可以看到你目前的操控。那你会发现方向盘上面有红色的车缝线，这个是 Sportline 的版本特有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可以发现在你的这个钥匙上面也多了一个红色的这个装饰，这个也是 Sportline 版本上面独有的。前方有一个双圆式的仪表板，下方呢有一个彩色的旅程电脑，你可以透过这个拨杆的按钮来做一个操控，上面呢显示着一些基本的旅程资讯。中控台上方有一个大概 5.7 寸的彩色萤幕，它不提供这个触控的功能，你必须使用安座上面的这个飞梭旋钮或按钮来做一个选择。那它是一个 iDrive 的操控的界面，跟之前我们介绍的车辆都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它因为没有中文的导航界面，所以它的萤幕只有 5.7 寸，它不是之前看各位看过的那种比较大的萤幕。那它的功能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不过 CD 收音机、 AUX in、 USB 或者是蓝牙音乐跟手机连接等等的功能，这些都是有支援的。那你当然也可以从这个车辆的资讯来看到一些车辆的状态等等，胎压或者是机油的油味等等，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老问题啊，就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收纳，如果它可以整个收纳进去的话，我觉得这会更好，尤其对于它的寿命上来说会更长。下方有一个 CD 主机，它这边呢有双区的恒温空调，中间的萤幕依然维持着非常经典的橘色色调。那整个中控台的操作界面，它是以驾驶人为一个导向，所以你会发现它有一点微微的侧向驾驶人。这个 BMW 的这个车辆其实很多都是驾驶人为导向，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下面提供了一些简单的收纳空间，那整个质感上来说我觉得是不错的，但是唯一我觉得比较有意见的就是中央安座排挡杆周围的这一块塑胶件，这些呢这个地方它的塑胶杆就是比较重的。那国人比较在意的配备，像刚刚讲的定速、中文的导航、天窗等等，在这一台车上面通通都是选配，只有在 M235i 才是标准配备。以这种双门的轿跑车来说，我觉得它空间算是不错的，
我身高有180公分，前面呢座椅我已经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现在我的膝部空间大概是3个指头宽，头部空间比较局促一点，大概是1个指头。那坐起来的感觉呢，我觉得发泡棉稍微有一点硬了，而且它没有提供置物的，它有提供置物空间，但是没有提供置杯的空间。不过还不错，前面有冷气出风口，而且还可以调整风量跟温度等等。下面有一个12伏特的电源插座，虽然它是一个双门轿跑的设定，不过后面还是有 ISOFIX。今天这台220i 比较特别，所以我把它拿出来再讲解一下。第一个，你会发现它前轮轴的悬吊比较短，其实原厂就是要强调这整台车的运动性能。当然更多的学问是藏在引擎盖下面。第一个，它有油压顶杆；第二个，隔音棉，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引擎。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会发现它特别的靠近防火墙的位置，而且它是一具纵置引擎。那你再仔细的观察看看，它放置的位置呢，甚至在前轮轴轴心的后方，所以它的重量是非常集中在中央的，这能让这一台车它的车身的配重更能达到接近完美的50比50，这让我非常的期待这一台 220i 它待会的试驾表现。今天要试驾的是 BMW 的双门轿跑车，那它有一个功能叫 Launch Control， 叫弹射起步功能。这个之前在我们节目上面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借由这一次机会，各位可以看一看它到底弹射起步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它长什么样子。那操作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只要把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给关掉，接下来打到 S 档位，然后踩住刹车的同时呢，右脚去踩油门，左脚去踩刹车。这个时候踩下油门，你就会发现前面这个旅程电脑有一个方格旗出现，这个时候就可以弹射出去。 OK， 那我们要出发咯。220i Sportline， 它搭载的是一具2.0升直列4缸的 Twin Power Turbo 引擎，最大马力184匹，在5000转的时候产生，最大扭力270牛顿米，在1250转的时候产生，搭配的是 Steptronic 8速的首次排变速箱，0到100时速只要7秒钟。即使没有 M Power， 但是它的引擎的输出 Twin Power 依旧是非常的暴力。今天我签到这一台 220i 的时候，我赶快去市区绕了2圈，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它的表现究竟是怎么样。那以这一台 220i 双门轿跑车的设定来说，我觉得它的悬吊不会死硬，不会过硬，反而让人觉得还蛮舒适的感觉。不管你压到的是坑洞啊，还是凸起啊，它产生的震动，我相信就算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坐在旁边，它都是比较能接受的。那它的方向盘转向起来还蛮轻松的，在市区游走，我相信这些设定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那这台车有4个驾驶模式 ：Sport Plus、Sport、Comfort， 还有 Eco Pro。其中呢，里面有一个模式 Eco Pro， 你把它的设定打开，用这个 iDrive， 你会发现它里面是控制你的空调系统，还有一个就是滑行。没错，就是之前我们试驾全新一代 Mini 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滑行的功能。当你在市区巡航的时候，5、60一放开油门，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变速箱跟引擎做一个脱离，然后来做一个滑行。实测下来呢，它的距离还算是蛮长的，再搭配它的自动启闭的引擎系统，其实我觉得会达到一个不错的节能效果。
主被动安全配备六具气囊 ABS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车身的牵引力控制系统。今天我开了这一台 220i 一整天，我一直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少了一个味，就很像一个爱吃辣的人他出去吃面忘了加辣椒一样。我想了很久，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如果你体验过 M-POWER 款式的话，你就像瑞凡一样回不去了。我们先不要探讨它的马力跟扭力究竟差了多少，光是它引擎跟排气管声浪的调教就已经相差了非常多。如果是 M-POWER 款式，它回火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嘣，就足以让你觉得哇非常的兴奋。所以在 220i 上面，它的感官就已经少了一个，那就是听觉。更不用提在 M-POWER 上面，主动式悬吊是标准配备，它会随着你的驾驶模式去改变它阻尼的硬度。但是在 220i 上面，它就只是一款呢，就是普通的运动化悬吊，它没有办法随着驾驶模式去变化。所以今天这台 220i 它在攻略这个山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的悬吊偏向舒适了一点，但是还好它有一块非常扎实的底盘，有一个非常棒的车身比重，达到50:50。所以当它在攻略这些弯道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有乐趣。这些乐趣呢，是你在一般的前驱车上找不到的。当你在弯道的时候，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你在转弯的时候它屁股那个滑移的过程。但是我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如果你不熟悉后驱车的特性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它。像刚刚这样后轮打滑的状况，如果你把循迹系统给关掉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出现 spin 大脱落的状态。其实建议各位最好不要随便的把循迹系统给关掉，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有失误的可能。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体验看看的话，最多把它调整到 sport 模式，千万不要调整到 sport plus 模式，因为这样它会一并把你的车身动态稳定系统给关闭。所以你只要调到 Sport 模式，其实它的变速箱、引擎、这个方向盘也变得更重手了，它可以让你的手也可以阅读到路面的资讯。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战斗化的设定了，没有必要去调到这么激进的 Sport Plus， 一切还是以安全第一。那我相信在 Sport 模式你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操控体验，这一台车真的很有乐趣。即使它是二系列里面最入门的车款，但是其实它的极限还是很够，这一般车根本没办法比啊！难怪这么多人迷恋它，迷恋 BMW 的操控。那你在驾驶这台 220i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动态稳定系统一直不断的亮起哦。所以其实你是一直游走在这个边缘当中的。那这台 220i 它的方向盘后面有换挡拨片，不过以我之前试驾了很多搭载 Steptronic 变速箱的经验告诉我，其实你没有必要去使用后面换挡拨片，因为当你调整到 Sport 模式的时候，这一具 Steptronic 它变速箱的速度其实就已经够快够聪明了。今天 220i 陪了我一整天，我觉得它真的是蛮有乐趣的一台车，给我了无限的欢乐。那刚刚我跟我的团队在聊天，我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这台车有什么缺点吗？其实大家讨论了半天，好像也找不出什么致命的缺点。没错，我也是这么觉得。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个人喜好的问题，就是我不太喜欢它车身的红色，我前面有讲，我个人觉得它好像十几年前的红色一直沿用到现在，它看起来是比较有年代感的红色。当然这是我的个人喜好，这严格来说这也不是缺点，你不要选这个颜色就好了。但是第二点，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就要去比较去重视它，就是它的椅子。刚刚我试驾，大概在车上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一下车，握开空调还蛮凉的，大概在20度左右。我一下车，我的背湿了就算了，我的内裤也湿了。这张座椅，它其实不是真皮的座椅，它的透气性没有那么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不如换个布椅来，其实坐起来的舒适性呢，都会比这一张透气皮椅它的舒适性都还要来得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台车最让我觉得可惜的地方，我觉得后面真的还蛮闷热的，尤其它的包覆性还不错，那这个时候那个透气性就更重要。虽然这台 220i 它是比较入门的车款，而且它也不是朝向运动的极限设定，但是即使如此，它在弯道上的表现依旧是让人魂牵梦萦，开过之后你还会非常的想念。这展现出了德国人非常棒的造车工艺，难怪我很多朋友啊、长辈啊、亲戚他们的车开了一轮之后还是回来选择了这个厂牌。如果你是一个操控至上的车主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是奕晨，我们下次见，拜拜。